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玩我们的这个心路笔记。自从认清了郑构厂的真面目，阿珂便慢慢发觉你一直以来为他出售的一切。你可有怪我？阿珂素来骄傲，你见他这副心怀诡异的样子，心中怜惜不已，拉着他温声安抚。我俩之间哪里需要算得这么清楚？反正那些你欠我的，是要拿一辈子来还的。如果没有遇见相公，我都不知道余生怎么过了。OK， 所以呢？恭迎老爷回府。哦，我有阿珂了。装扮不能安，暂时不能安。那可以随机传唤。相公，顺儿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你用是。好，先这样。随机传唤不能。恭迎了。不能指定啊。如果没有遇见相公，我都不知道余生怎么过了。哦，阿珂脱衣服变这样了。哇哦，哇哇哇哇！我要跟阿珂生小孩。如果没有遇见相公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阿珂，我的小孩呢？OK， 好。我记得我双儿有那个恭迎老爷，有一个时装吧。恭迎，像，大人，然后成就。我们定一下主线吧。学习关卡，我们先看剧情吧。阅读：清康熙初年，扬州城立春院，人来人往，男客的调笑声和娼女的娇笑声混成一片。其中一个身着太监服的人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，周围的人眼光都不时往他身上飘去。再看那人身着太监服却又不自知的样子，在院里一边走还顺带调戏一下身边的小姐姐，仿佛和这里的人都很熟悉一样。哟，小丽姐又瘦了啊！啊，红姐你也是，新发型挺好看的。双儿，你现在在哪呢？写着“双儿”两个字，他将手轻轻放到门板上，小声的嘀咕了几句话，便离开了逸春院。练功房内，你如约而至，康熙笑盈盈的迎接了你。你注意到他身旁站着一位妙美女子。啊，你果然来了，建宁，这就是我昨天和你说过那很有趣的小司马官。哦，那我来看看你，谁把皇兄揍的屁股尿流？他这个手怎么回事啊？凹到是不是？不许胡说，我们是切磋武艺，哪来揍这一说。建宁公主冲到你的面前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开始对你从头到脚打量起来。你的太监的缘故，你不由得也开始欣赏这眼前的女子。所以说是原原本本的体香。哎，你一脸坏笑的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就觉得建宁姑娘人长得可真精致。瞎说什么，讨厌。你的 康熙哈哈大笑。不过臣突然想问，建宁公主和皇上是何关系？为何今天会在练武场？建宁是我妹妹，今日带她来此是因为昨日我和她说我们今日比武。原来是建宁公主，小的给公主请安。
你们今天别用我来当做见证人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皇兄，你把人家当什么了？人家只想见识这个人的本事嘛。不过人家想跟你打个赌，就赌这次的输赢。哼，昨天只是朕大意了，你难道觉得朕今天还会输吗？既然皇兄这么有信心，那如果你赢了，我保证一个月不给你的麻烦。那朕可是舍心多了。那如果我输了呢？突然用十分妩媚的姿势走到了你的身边。那我想要皇兄把这个人赐给我，当我的陪玩。好，朕答应。事不宜迟，爱卿，这就来比试比试。你还没来得及说个不字，康熙就一口答应了。你扶着儿，看着对面队友老有兴致的建宁公主，思考了起来。看样子建宁这丫头对我很有兴趣，不过我记得书中记载建宁公主生性刁蛮，但是家人说过我需要重走韦小宝娶七个老婆的过程，所以这场比喻我应该我要选什么。好，我们还是认真对待了，皇上可是不可以故意放水的。但明显康熙还没练就大臣，下盘十分不稳，你脑海中蹦出一个坏点子，对着冲过来康熙就是一个横扫腿。康熙被你的一脚扫到地，这时你注意到他眼里转瞬即逝的怒意，你趁着这个机会对着倒地康熙上下其手。当今皇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你心中有点担忧，但盾不是充足又爽快的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朕不打了，朕认输。皇上，臣下失礼了。那皇上想处罚臣下，臣下定。罢了罢了，以我的要求，也朕提的，朕不会罚你。谢皇上，臣下是看到了皇上凶猛的架势，所以不敢应接。之后，臣下发现皇上的破绽。就是虽然造势凶猛，但下肢稳定性不足，所以才耍了一点小阴谋。皇上之后若是加固下盘的稳定性，定能轻松将臣下打败。哦，看不出来你小子对武学还有点研究，哈哈哈，朕欣赏你。不过愿赌服输，建宁，那现在就是你的陪玩了。耶，谢谢皇兄。你一定要看好建宁，若是还有什么差错，我哪里是问。臣遵旨。对了，明天此时你再来此地，我有要事与你商谈。好了好了，你跟我走。你要把我转到哪里去啊？去我房里。啊？关键选项问号。是可以带椅子吗？没得选啊。哦，认真对待。哦，已经有了，这是哦。第二张。好，那我把一些有的没的做完之后，再继续跑主线，然后这边快转。好，我们继续第三张的关卡。知道要做什么吧？当然，陪玩就陪公主姐妹聊天玩乐。不对不对，全错了。嗯，那公主想陈晓干些什么事？陪玩就是啊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啊，好，那公主想陈晓做些什么呢？你先做些有趣的事，让本公主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哈哈哈，好，那我们选爸妈给他起。电影是这样演的。啊，减一。居居。因为太监是没有的嘛，
这样还有东西呢啊！哼，公主，公主了不起吗？你想，公主是吧？我今天在大地皇帝教育教育你，什么叫做尊重人？不但没让你减轻手上的力道，反而让你更加兴奋。公主是吧？叫人脱裤子是吧？啊，别，轻点轻点。啊，被打上泥了，好舒服哦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次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是第一个，应该不是爸妈给他起吧？还真的是爸妈给他起啊！好了，这个这样子算我误打误撞猜对了。可以变强了吗？哦，可以升光了，是。好，好了，我们这集，哎，八倍猿猴的徐大哥，请哪相助？我可是如虎添翼啊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寻访。在念珠，巡防功能是什么 ？OK， 皇宫。父王府。这个不能进去吗？哎，怎么进去啊？啊！我上固定的，我不能去选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大概知道了。先回府邸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务。恭迎老爷回府。阿珂，如果没有遇见相公，我都不知道余生怎么过了。啊，还没有跟阿珂生小孩。好，那这集先到这边吧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然后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